Hello，大家好，这里是王老，欢迎收看这期的游戏实况。咱们今天接着来玩星穹铁道。上一次我们是击败了史瓦罗，然后并且抽到了克拉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为了剧情啊？这打死史瓦罗，抽到克拉拉是什么剧情啊？反正现在我们需要与同伴一起梳理现状啊。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叫歌德大饭店。下层的事总算是不过回想一下，感觉有点对不起克拉拉。我们本来答应他跟史瓦罗和平交谈来我着。们试图和平交谈了，我们已经试过了，忘了加点口才了。我们根本没有这套系统。我不是让你们抢着分锅啦。我好了想，现在的结果也很不错啊，所有人都知道星河是罪魁祸首了，大家都愿意助我们一臂去之试试，没事，待会儿一定会有战斗的，不用着急啊。任务进展，顺利极了。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比如。他为什么要迫害我们？这是，他突然改变了态度，背后一定有更深对层吧？原因。因为我们是来解决星河的，说白了也是。而且，我们仍然没有掌握星河的具体方位和坐标。我们应该是利害一致啊！现有的线索，他为什么要完整的拼凑就是起抵来。触我们呢？梦。哦，记得你之前也提过做了怪咱不梦什说，么的。因为嘴笨，所以都点了情商。行。三次梦境都是相同的场景，都包括可可利亚和另一个声音。是呢，要说是巧合也太怪了。我在想，或许这些片段并非无序的空想，其中会不会有某种规律？只有你一直反复做这样的梦，原因是……咱们说有停云没？有的话把开拓者换了。我现在已经用克拉拉把开拓者换了呀，停云好像没有吧？是有吗？他体内的星核。我是这么猜想的。但无法证明。单恒猜想我体内的星核和可可利亚对话的声音有联系，是吧？唉，那等于没说。所以咱们回地面以后该怎么行动呢？咱们说了半天，特别激动人心，可好像啥结论也没得出来。聚沙成塔，先好好经典休休息息啊！明天找地火的人一起研究吧。何况，还有一个核心人物没有交流过。他和可可利亚的联系，是博尼亚对没吧？准会是破局的关键。再让我们住一晚吧。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为什么解锁这个成就啊？辛苦你了。哦，我填好了一份服务评价。哦，填服务评价还能获得物品啊，给了一个崇高道德的赞许。哎，这个东西好像我在各种小任务上面都能看到啊。这个崇高道德的赞许到底是什么呀？就是一般会伴随着这个代币啊，就是那个场景的代币。获得了一个配方，咱们说那就克拉拉开拓者三月七娜塔莎，这是什么呢？咱们说，哎，酸了，酸透了，20-30抽出金，翻垃圾桶，翻垃圾桶干嘛？这个可以去上层去扔水池里，扔水池里，然后如果干坏事的话会扣一个，然后给一点奖励。咱们说有道德，这是你在亚利洛赞的功德，是我的功德啊，原来是，好啊。每天积一点功德，随便聊一下，有什么菜式推荐吗？平时客人多吗？跟他闲聊两句。归地火馆吗？并不归地火馆。都是歌德家的产业，上层的歌德也是歌德。
他们是属于朗道家族，家族里出了几个败家子，把家产都败光了。他们是不是看虚拟主播呀？居然有这么悠久的历史，那为什么地上还有一家呢？弹幕说，上城区那个列车站解锁之后有个手提箱给奖励，但是要消耗一个道德道具。哦，就是我要消耗我的功德来换取奖励是吧？这是偷是不是？弹幕说西路瓦也是朗道家的是吗？他刚才好像提到了一个什么名人，我想再看一下，就是你看大守护者阿丽萨兰德，这个之前在那个剧情里面是不是提到了阿丽萨兰德？所以说那个阿丽萨兰德就是大守护者，因为我当时他只提了人名，没提他的身份，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个谁。所以说大守护者就是带来寒潮的人，是不是？因为我记得他那个剧情说的好像就是说是这个什么什么阿丽萨兰德带来的寒潮，是不是？他是不是整星河整出意外了呀？就是研究星河或者是遇到星河没有整好。我要休息。哦，你们回来了，听地火说你们帮忙解决了史瓦罗那边的麻烦，可真了不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是应该后面会讲啊，应该后面会讲。快吃点东西，然后好好休息一晚吧。睡觉。房间里又有没有刷新东西可以拿呀？应该没有，我还住这间房间。哟，柜子，我可以在柜子里休息吗？应该不行，他只是判定在床上啊。我估计要做梦了。哎，没有做梦。你看那边，还是说我做的梦梦见了这两个人？那儿以前是整个铆钉镇最乱的街区，也是我找。应该不是做梦啊，他们俩只是在聊天啊。跟着大哥大姐们混，成天想的都是该去哪儿整下一顿。直到奥列柜子我已经钻过了，把我拎了出来，送到孤儿院，然后我就跟着娜塔莎学读书写字。10岁开始跟着奥列格到各个矿区去巡查，有时还会跟当地的混混对峙。真好啊，真好。你在挖苦我吗？他们立场不一样。抱歉，下层区的生活很艰辛，我不该说的这么轻描淡写。干嘛这么郑重其事？你这点最让人受不了了。我的意思是，希尔，我有些羡慕你。我能理解布罗尼亚说的事情。我每天的生活都在读书、礼教、训练中循环。我的童年就像布罗尼亚说的那种。牢记你的身份，布罗尼亚，这有违铸成者的训诫。虽然我没有人家那么这个大的使命，但是这些教条就是非常有代入感。有些人会羡慕这样的生活。但是我却有些不自在。我从小就特别羡慕那些生活很自由，各处遇见各种各样的事的那些孩子。我就是在家里面，然后每天重复着训练和教条的那类。你大概没法想象吧？所以我特别能和布罗尼亚身处同感。不过我更关心你到底说了啥粗鄙之语。我这就代表铸成者的意志，把枪戳进你的鼻孔。就这跟隔着靴子你也是娇娇小飞骂人。看来在你回去之前我得好好教你几句黑话。不了不了，起码比戳鼻孔带劲儿。真没想到我竟然会在这里跟未来的守护者谈心。我从小就没见过几个上层区的人，只听大人们讲的故事，我还以为你们都是群傲慢又冷漠的家伙。我听几个铁卫老兵说过，在隔绝令下达以前，上层和下层并没有什么分别。他们说我要用我的靴子狠狠亲吻你的屁。相同的食物，可以，你是懂那个抑制枪啊，抑制枪玩笑的。庆祝的也是相同的节日。到了我们这一代，虽然成长的环境有些不同，但说到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牵绊，这些珍贵的情感
一定还是相通的。如果能有一座桥梁把上下层再次连接起来，我们一定还能回到那个不分你我的年代，并肩抵御寒潮和烈劫。我不像你，总结不出这么多大道理。不过，如果这就是你想看到的未来，我愿意跟你一起。我只看到了远处那个桶是可以破坏的，我好急呀！谢谢你，希尔，你的信任对我来说很重要。话说回来，呀，他脸红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从高空提防是吧？对你肯定影响不小吧？嗯，我原本每天刷新，自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怪不得，我记得我以前都打了的。但还是，只要我还是守护者继承人，就迟早会接触到那些真相。但母亲为什么要对我隐瞒这些？又为什么要我追捕知晓星河本质的外来者？我怎么也想不通。思前想后，我现在能做的事就只有一件。弹幕说，打坏一个桶就有守卫要加班三小时，为什么？他们要修桶是吗？你，等等，你不会真要去吧？你一个人去？不行，这主意也太……我已经想清楚了，希尔，我是可可利亚大人的女儿，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不管作为女儿，还是作为银宗铁卫，我都必须尽到当面谏言的责任，哪怕……咱们说这是后面剧情，然后你可以疯狂道歉有成就行。布罗尼，这个给你，希尔，请帮我把它转交给那几位外来者。如果我没能和你们会合，他们会知道该怎么做。好，我明白了。你清楚自己想干什么，我再怎么反对，这就他要走了。我们前一晚上刚打算跟布罗尼亚谈谈呢，他自己就走了。碰上了什么危险，我拼了命也会去救你的。那我等着你。你小时候也在这里看过风景吗？他们说可以道歉，可以打他，只要触发了那个成任务就有成就。行，当然了，只是那时候还不懂得这景象有多珍贵。真好啊。啊，彻夜长聊是吧？还是那句话，把我杀了给你俩助助兴吧，我已经受不住了。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是一个深度百合爱好者。去跟三月和丹恒会合吧。细节就不说了吧。三月七还是介于定锚，我想和介于定锚聊一聊。算了，还是三月七吧。你终于醒了，我们都在外面转悠半天了。我发现咱们的作息对不上啊。你要么大半夜就爬起来，要么就睡得昏天黑地，不好不好。团队协作方面你还需要加强呀。你昨晚又做梦了吗？这次没有，梦到虎克和帕姆还吵架。那也怪吵的。我打赌虎克吵不赢列车长。那就去找地火商量后续的计划吧，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嗯，走吧，终于能回到上面去了，我都要等不及了。我能不能直接开地图走啊？导航在前面，在这儿。冲！咦，拾取？哎，哟，看看是谁来了？没捡着。是史瓦罗克星下层区的大英雄。大英雄丹恒和三月七。反应挺快哈。那塔莎呢？他不在吗？他还有很多事要。桑博就是个活宝。你们就跟我这个老头子聊吧，我说的话就代表他的意思。说起来还真是对不住各位啊，我只是娜塔莎的代理，这回事一直瞒着你们。没看出对不起的意思。没办法嘛，那时也不知道你们会成为地下的大英雄，我作为明面上的首领，总不能一见面就出卖娜塔莎吧。他嘱咐我一定要保证你们安全回到上层，
我思前顾后，最稳妥的办法还是拜托这小子帮忙。我带你们下来，当然也得负责带回去，这是免费的售后服务，保君满意。这次用不着弄晕咱们了吧？不用不用，这次我们通过卢鑫上去。那要你和你的通道贡献出来，奥列格，给我换人，我要换人。别呀，咱们这么久的交情了，怎么还不相信我呀？别扯没用的，当好你的向导。等等， Bronya 呢？她为什么没来？ Bronya 先回去了，她跟那位大守护者的关系你们也知道，有些事情她必须自己解决。什么？她丢下我们自己就这么回去了？你怎么不拦着她呀？她没带桑博不也走了？我就 Q 桑博。没完了是吧？我们走这趟路用得着桑博，等上去了再赶走他也不迟。哎呀，希尔不乐意了。希尔小姐，我还在这儿呢。对了，布罗尼亚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们。是什么呢？他给我们留了封信。难道是传闻中的锦囊妙计？我没经验，这个是不是应该遇到危险了再打开？别瞎想了，快拆开看看。是啥呢？布罗尼亚的信。你们三个，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回到上层区，正在前去面见母亲大人。很抱歉没有提前将我的打算告知各位，我害怕会遭到你们的强烈反对，动摇我得来不易的决心。科克利亚大人将我抚养成人，他与我的恩情终此一生难以相报。他教会了我许多人生的道理和美德，也教导我如何守护贝洛伯格和他的人民。即便近来他做出了一些令我疑惑的决定，我仍然无法将所有与他相关的美好记忆抛之脑后。我必须站在他面前，勇敢地道出自己的立场和想法，尝试与他达成相互的理解。这是我身为女儿的愿望，更是身为银宗铁卫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不会盲目自信，我明白自己此行所要担当的风险，所以假如我没能成功让母亲回心转意，又或者假如我真的发生了什么不测，请你找机会将这封信交给朗道姐弟，朗道姐弟寻求他们的帮助。希路瓦和杰法德姐弟俩为人正直啊，就是他们俩是吗？且在贝洛伯格城中有着非凡的影响力，我对他们百分百信任，只要见到我的信章和字迹，他们一定会倾力协助你们找到星河的。行，朗道姐弟，那我估计他就要出事了，不出意外就是要出事了。姐是谁？希路瓦啊，原来她是杰巴德的姐姐。可是你作为一个姐姐，你怎么只有四星啊？你的弟弟都是五星的，你的关注点好奇怪呀。也许姐姐是指杰巴德呢，你怎么敢决定他们俩的性别？你的关注点好奇怪呀。桑博，你了解朗道姐弟吗？老道，老朋友了，主要是和弟弟打交道多，姐姐们比弟弟还可怕。哎呀，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就别聊这个。一拳就打上去，我就想出发了就来找我，咱们随时可以动身。那我现在就可以动身，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想要留在这儿的。开拓任务，啥？他让我开的24级再来？不会吧？我应该。还真就没有24级，还差4级，我操！啊哈，哎，这一期咱们抽卡了吗？这一期是不是还没抽卡呢？是吧？还上一期抽了2次是吧？这一期还没抽卡呢。该打均衡等级了是吗？我们抽卡吧，感觉这把这一期抽卡抽了，再抽个十连，抽这个吧，这也有十连。对吧？姬子杰帕德和布罗尼亚哪个好呢？我听说他们说是布罗尼亚好。就这三个是不是都还不错呀？我先把这个常驻之石抽了，抽10次。弹幕说都好。那就抽10次出。啊，我就自信，我就出，我就觉得他就能出。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吧，做人不能盲目自信。然后这期时间刚过了20分钟啊，我不能就这样就结束了吧。虽然我说一般主线剧情就是我不录非主线剧情的。我看看啊，按一下上键。
可以看信息啊，决绝博士，你就是决绝子，是吧？以后你就跟那个谁啊，姬子是吧，组成组合。刚才我还说什么来着？还有一个子来着，姬子什么子？还有一个子，忘了。突然，我觉得他们仨人可以组合起来，可以去换票继续抽。你是谁来着？对啊，你是谁来着？我记得好像是在那个矿场里面组织那个rap 是吧？搏击俱乐部的主持人冷面小青龙，你就是你啊？他好像是组织各种活动的那种是吧？我们只要通过这个就可以提高世界等级了是吧？那我们正好做一下这个吧，感觉这个不算直线，我感觉。一个自称仲裁官的生物为你安排了一项试炼。根据他模棱两可的却言之凿凿的说法，如果通过试炼，在今后的旅行中你会遇到更强大的敌人，但也会获得更好的奖励。在这儿可以去换票继续抽，没事没事，我们每期视频就抽一次的啊，这是一个从这个系列开始延续的传统。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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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哦，正好我们来试试我们的克拉拉。耶，这均衡试炼竟然是一个这样的关卡，我以为是直接打的。不过倒没有剧情吗？那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是吧？他是前方出现高危险目标。哎呦，那我先叠个弓，叠个血。切记冲动。然后后面不够抽了，没事，不够抽了我们就单抽，我们就不十，每次不十连了嘛。我本来打算从第四还是第五期就开始单抽的，但是发现这个抽卡券太多了，单抽完全抽不完，就改成十连了。先十连，不够十连的时候呢，再单抽是吧？那连单抽都不够怎么办呢？那就不抽了吧，可能是，因为毕竟我们还是零氪为主。来，我出场了。叠个甲吧。离开克拉拉。离开克拉拉。离开克拉拉。我还说为什么弹幕发离开克拉拉，原来是这样是吗？离开克拉拉。行。我感觉攻击频率高很多啊，让这个三月七给他上这个盾，然后他就有嘲讽。对吧？我要笑死了！我无意挑起争端。啊，我无意挑起争端。算你们运气。我应该给他降速的，其实我应该用这个，单痕给他降速。哎，这次没说啊？怎么不说？奶奶的！为什么不说？说啊！耶、yeah, 小龙人被群攻干嘛来着？看一下，来歼灭开始，可以放个大招是什么来着？忘记了，看一下。我也想保护大家，直接放。哦，就是强化了一下自己的状态。发生了什么？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冻住了？你冷面小青龙，你就啊，不是卖冷面的吗？怕冻，那你卖什么冷面？我白鹿是第一个保底啊，是五十抽的保底。命令执行，降速。生死虚实，一动天幻化，长梦一绝。回下血吧，要不？小心。或者说不着急。张嘴。张嘴。
放心吧，佩珍，这技能回血就能回上来，并不意义，完全不需要。哇，要死了！尝尝本姑娘的厉害！我来治治你。那我来治治你。就让你们看看酒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谢谢，克拉拉会记得你的。耶，克拉拉冻住了。你病得不轻，补补。补补。谢谢，克拉拉会记得你的。你先清楚。我也想保护大家。帮帮我，施瓦罗先生。命令执行，我无意挑起争端。生死虚实，动天荒那这个秒了呀，梦已绝。380还挺能打的嘛，不太行。我来治你。稳健一下，稳健一下。张嘴，都亏你了。小心，争斗并无意义。哎，被风化直接打死了，不知道有没有帮到大家，有没有宝箱啊？没有。通过均衡的事件就这俩怪是吧？那高危险目标，我觉得主要是白鹿这个技能会好一点。要雨露均沾哦。他弱什么呢？弱冰。切切冲行事。先放个全伤吧，没准都能破掉，对吧？切忌冲动行事，都冻上。你病得不轻，我才不怕你们！歼灭开始，没有反击标记，有点难受。哎，得先点攒反击标记才能。离开克拉拉。我无意挑起争端。现在反击标记才能开始用这个技能啊。打谁呢？离开克拉拉。离开克拉拉。算你们运气不好。补补。都亏你了，克拉拉要勇敢一点。危险清除，离开克拉拉。你在哪？我也想保护大家，帮帮我，施瓦罗先生。争斗并无意义。尝尝本姑娘的厉害。我无意挑起争端。生死虚实，洞天幻化，长梦已绝。该我出场了，我来治治你。张嘴，都亏你了。能不能弹一下单横啊？这个随机弹有点太难受了，弹不到单横身上，单横只有256滴血。减速，他好像减速机制不是这么一放就触发呀。我要可能得研究一下这个单横技能到底是怎么弄的。哎呀，放错身了，我想给单横放的，完了，单横死了。这具身体没那么脆弱，还好被抢救了。你病得不轻，后悔已经迟了。克拉拉要勇敢一点。危险清除，该我出场了。补补，都亏你了。这下奶的好啊！尝尝本姑娘的厉害。小心。
挑起争端。生死虚实，洞天幻化，长梦已绝。哦，高温运转，算你们运气不好。危险清除。离开克拉拉，不许跑！离开克拉拉，我想保护大家，帮帮我，施瓦罗先生。争斗并无意义，我来治治你，张嘴。你在哪？命令执行。来，我出场了。他这次是命令你执行了。我无意挑起争端。偶尔也该认场场本姑娘的厉害。还不死啊？命令执行。死了。均衡。均衡。诸界已然改变，因为均衡至高无上，试炼为障。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太强，试炼难度太低，奖励也不好，然后打的也没意思，所以要均衡。很好理解，是不是？秘技点提升到4，哦呦，还提秘技点呢。星际和平钻石会员，知难而上。看看我的成就。嗯，卡住了。又是拟造花萼，但是和之前遇到的似乎有些微不同。新的有什么变化呢？说完了是吧？就翅有什么区别？什么？你们，哎，我回血了。能不能别追了呀？弱啥呀？算了，给他们打了吧。哼，攻其不备。你这个成就弹出来真不是时候啊！他都追了我一年了，我还攻其不备啊！你可以说我攻其音高。离开克拉拉！不许跑！吼！目标威胁指数下降，躲起来。没事吧？离开克拉拉！你在哪？离开克拉拉！生死虚实，一念之间，洞天幻化，长梦已绝。我还挺能打的嘛！嘿，哇，这都不死。你病得不轻。嘿，克拉拉要勇敢一点。挑起争端，我也想保护大家，帮帮我，施瓦罗先生。我来治治你。嘿，我才不怕你们。危险清除。我还挺能打的嘛。已经结束的过去并不重要。他这地方如果每次都刷个怪的话还挺烦的，我想打这个花必须得把这怪清了，应该不会每次都刷吧。看看给啥的，32级了。这是个啥呀？现在我的这个等级算提升了，是吧？世界等级就提升上去了。
难吃的炒饭。行，这是个配方啊。现在我的任务是什么？炉前百态，瑶瑶达到24级，把这个做了。今日所见也将记录在智库中。有什么事都学得挺快，我觉得我们还是对他客气点吧，别太嚣张了，对人家代理首领是吧。是应该是个支线吧。哦，并不是，是一个同行，是一个同行，哎，是叫同行吧，同行任务，对，新触发的一个。那我们面前这个是哪个呀？是劳矿头的宝贝，可以看看行迹，能升级行迹。你说的行迹是那个天赋页面吗？就这个是吧？确实。弹幕说同行吧，我只能说看你想怎么想，看你怎么理解。看看这个同行任务是要干嘛。雪地跳跳糖又吃完了。哎，我怎么记得原来同行任务是有配音呢？这前面有是吧？说漏嘴了他，哼！你就是你，别跑！你被严叔党征用了啊！有了。什么跟班是二把手？等等，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大事不好了，虎克大人他一个人带着动动机跑到大矿区里去了。什么是动动机？我很好奇。我知道波波机。而且还不让其他人一起跟过去，好像是有什么危险的事，你得替我们去看看。动动机就是动动机啊，只要虎克大人带着他，总免不了一场恶战。费斯曼老爹就在矿区里。虎克大人好像是听说老爹出事了才冲进去的。矿区里有，想当年我是波波机狂粉，孩子不能随便进去，你快替我们去看看。就是虎克的老爹，也是鼹鼠党大家的老爹。费斯曼老爹对每个人都很好，总之就是个大好人。你让我去我就去，岂不是很没面子。哎呀，人命关天，拜托你了，快点吧。老矿头的宝贝，炉前百态呀、啊。那么我现在要去。不对。哎，咦，呜，点错了。在大矿区。怎么移动呢？上下切换啊，这样。哎呦，没开地图的那边都。从这儿传吗？只能从这儿走了。那么说去救漆黑的虎克大人，哇，你这个入戏很快呀。从这儿走应该是。我能不能绕开这些呀？换成三月七。不打了。我收拳的时间不打了。咱们尽快做任务。不要在这个无谓的小怪上面浪费时间，虽然他们有奖励，但是我觉得这个奖励啊就可有可无啊。冷静冷静，大家都是为了讨个生计，咱好好坐下来聊聊不好吗？说的可真好听，我们把你当领队，你就这么对待我们？哼，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把矿脉的消息卖给了那个疯婆子安东尼娜，明明是我们先。哼，明明是我先。好了，我们还得反过来给那群家伙打工。叛徒。咋了？没话说了？你承认自己把秘密出卖给矿队了？你们这些坏家伙，不准欺负老爹。虎克小鬼。不不不，你搞反了，是你老爹有错在先，不信你自己问他。
老爹。没错，是我告诉安东尼娜的，但这矿脉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我想怎么处置是我自己的自由。哈，了不起啊，可你不就是仗着手里那个探测仪吗？等我们把那玩意儿抢过来，看你还敢不敢嚣张。离我远点，我这都是为了大局着想。弹幕说这边有个催矿车的任务，有宝箱，是吗？持续有3天，什么意思？怎么还有持续3天？我看你这老头就是欠教训。兄弟们，抄家伙！有虎克在，你们休想！鼹鼠大军在此，不得放肆！大家消息给我，鼹鼠大军在此，不得放肆！是你，快来帮虎克的忙！切，又来一个倒霉蛋，多你一个不多。都来尝尝本大爷的厉害。每天会更新一次，一共3天，是吧？那待会儿我看看吧，能不能找到。哟，还挺肉的。离开克拉拉。你在哪？离开克拉拉。张嘴。哎，不用奶，这点血量就奶。有点太过于谨慎。小心！我无意挑起争端。打破防。生死虚实，一念动天幻化，长梦一绝。没事吧？离开克拉拉。是，不许跑！我来治治你。嘿，克拉拉要勇敢一点。揭秘开始。争斗并无意义。算你们运气不好。老爹，你受伤了没？一点擦伤而已。虎克呢？你还好吧？不用你担心我，虎克有动动机，完全不怕受伤。所以动动机到底是什么呀？那就好，那就好。这位小兄弟呢？有没有受伤？多谢你伸出援手。我这一生也算光荣。小伙子别怕，你的伤势没那么严重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娜塔莎提过的外来者吧？不，我是想知道他具体是个什么东西。你们刚来就解决了矿山的冲突。你说他是虎克的武器，确实可以，这是像，是吧？弹幕说就是漆黑的虎克大人的专属武器。行，救人是我的爱好。哦，你真是高尚的年轻人，谢谢你。啊，老爹，我们赶紧去了巫婆的诊所吧，你好像伤得很重。可是我的矿脉探测器被偷走了，要是不赶紧去找，恐怕就再也找不到了。弹幕说你可以理解为除草机升级版。除草机？除草机屁用没有。快去诊所吧，别让虎克担心。不过是件工具而已，丢了就丢了吧。回诊所，回诊所。前往诊所，打听受伤情况。他们说5天35级，肝目前良好。行，体验官峰哥可以去试试虎克。体验官？哪里有体验官？我是没找到啊，我不是质疑你，我是不知道在哪儿。伤口已经基本处理好了，现在医疗物资紧张，这段时间不要再到处惹事儿了。听到？别装没听见，我说的就是你，虎克。活动界面。虎克可没惹事，是坏家伙们先动的手，我们只是自卫，他可以作证。我不知道，与我无关。我不知道啊。你这个叛徒！你这就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了。反正选第三个，估计是两边都不讨好啊。时间差不多了，上面两个选项，一个向着虎克，一个向着娜塔莎。选第三个，两边都不讨好。我就是想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听到了没？我叫没收动动机，可还行？虎克记住了。鼹鼠党的老大，就得说到做到才行。我还有病历要填。试玩里可以试玩虎克。
我待会儿去看看。多亏了你和娜塔莎医生啊。看看洞洞鸡长什么样。要不然我们父女俩什么是洞洞鸡啊？多半要遭殃了。前些日子，我用矿脉探测器发现了一处地髓矿脉，那些流浪者听说了这事儿，就指责我是叛徒。他们觉得，既然我也是从别的矿区沦落至此的流浪者，理所当然就该跟他们站在一边。当然了，矿队才不会承认这种说法。嗨，你说这事儿闹的。老爹，我们很缺钱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傻孩子，老爹快干不动了，不知道还能陪你多久，总要为以后做做打算了。被人说自私也好，背叛也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等我走了以后，虎克你也能靠着这笔钱照顾好自己，生活下去。就是他是为了给虎克攒钱。老爹，算了，既然矿队的钱已经拿到了，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要说有什么可惜的，就是我的矿脉探测器不见了，那可真是个好宝贝啊。他刚才其实都说了被人偷走了。我猜也是，那设备是能探测地髓矿脉的古代遗物，非常稀有，我还没见过第二个。可能是因为我常拿它寻找矿脉，结果被不怀好意的家伙盯上了吧。事到如今，我要探测器也没用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懒得再追究什么了。偷我东西的家伙，哎，祝他好运吧。虎克好像在用眼神说，到诊所外面去，虎克有话要说。这眼神你这都能读懂啊？这就是会说话的眼睛吗？行，看看虎克说啥。这条支线挺长是吗？后面还有。等等，虎克还有事想找你帮忙。看看，那包在我身上。我还没说要干什么呢。不过精神头很足，不愧是鼹鼠党的荣誉队员。那个什么探测器，既然那是老爹的宝贝，虎克一定要帮他找回来。你会帮虎克的吧？提起帮忙我就来劲，只要虎克不惹事。我要是说我才不会帮你，是不是前后有点矛盾啊？我就像一个变态一样，前面说我要我包在我身上，后面说我才不会帮你。嗯，太好了，我会在矿区避难所里等着你的，大哥哥。哦，哎，再见。啊，我们对这个名称很介意吗？之前他是不是管我们叫什么小弟、跟班之类的那种名词？后面还有给七哥虎克大人的老爹过生日，分成两三天的吧，好像先是找，然后买。我们先来看看试玩能不能玩虎克吧。在哪儿？在活动？应该不是这个特别活动吧？我看看啊，活动界面在哪儿来着？在这个，我不是很熟它这个界面啊。哦，这儿呢，锋芒展露。不会是这个大爪子吧？终结技以后可强化自身战技。他已经释放过了吗？这算是。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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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可能是这个拟声过来的。虎克来捣蛋！强化的战绩能用多个地方目标。哎呦！我来了！算你们运气不好。不许跑！快投降吧！
推土机，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个什么东西，可以在地上凿出东西来，好像凿出坑来。欧亚欧亚欧拉欧拉可还行，日本动画看的挺多。行，看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这期先录到这儿。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一定不要忘了点个关注或者一键三连，走好的分享的朋友。那么我是石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